香港人唔單止日頭多嘢做，夜晚都好多活動，所以經常都烏眉瞌睡，日光日白都隨時睡魔急 call。 喺邊度都好，有得瞓就瞓，搞到搭車嗰陣又瞓，喺公園坐坐下又瞓，有個人就好瞓唔瞓，竟然喺嗰度瞓，我唔係講佢哋啊！ 咦？唔通你係用喺身邊第二百九十七寸？幾時開始傳到俾外國人啊？小龍佬唔單止可以攤喺繩上面瞓，仲可以喺繩上面打坐。中意嘅話，仲可以用佢嚟鍛鍊臂力添。究竟呢樣係咩活動嚟嘅呢？原來呢樣嘢叫走繩。聽講最早係攀岩愛好者冇嘢玩玩出嚟玩嘅。 完全可以訓練你嘅平衡感同埋減你個大肚腩添。室外面好好玩，好健康，喺好多地方都可以玩。見人哋玩到咁多花式，又想跟住玩嘅話，就唔該學好基本功先啦。如果唔係，就只有好似呢位阿伯咁搭低啊，打好個底，你想點玩都得，好似呢位小龍姑咁，有人扶一扶，一字馬都好舒服。 我開始玩嗰時，段時咧會成日跌，但玩咗兩個鐘頭之後咧，會開始K。平時要玩咧，揾兩條柱棒一條繩就得㗎啦。不過真係估你唔到啊，一條金衞繩竟然可以俾人踩住唔斷又唔甩，仲可以行嚟行去都冇問題。玩到攰又可以坐下唞下，仲唔係居家旅行，出門在外必備良品。千奇百趣，香港嘅摩登小龍佬。 Happy Party Time！冇玩呢個遊戲咧，我覺得有個特點喎。有咩？即係佢哋個個玩完之後咧，佢哋講嗰啲廣東話都唔正。咦？咁咪好咯，可以外國人講。有幾彩？請比賽！Party！俾曬趣嘞噃，先望一望先。可以嚟同埋真實啦，佢哋俾咗七個菜。 跟住咪咪姐亦都係俾咗七個趣，兩個靚仔阿Leo咧同埋阿 Moon 俾咗包出喎，咁啊你點解俾七個趣咧？其實咧，我覺得呢樣嘢咧都好簡單啫，因為咧，你做乜嘢啊？因為你兩個咁驚，你做乜嘢？你兩個又好好笑。你哋唔明白㗎啦，咪咪姐，而家佢啲笑女要咁樣先可愛啊嘛。係啊，真性情出咗嚟啊！咪咪姐，我試下俾你。 七個趣，喂，我冇興趣，因為我根本都唔使練，我企上條繩我已經企咗地下啦。一企就掉啊！阿Moon同埋阿Leo啦，我覺得咧，如果個個人都識嘅話，可以喺地鐵度咧，平時咪有一啲公公婆婆嘅，冇位坐嘅，咁可以綁住兩邊嘅扶手嘅。嚇！你有位唔讓俾條繩？喂，啲公公婆婆都未練過嘅，啲骨頭已經好似我咁卜卜脆㗎啦。 一坐條繩平平啦！如果今日罰嘅話，一定要罰Leo。你真係罰得罰彩！快啲俾心機啫，因為而家你300分，其他全部500分啦。如果唔係，你係輸硬㗎啦嚇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去泰國嘅曼谷咯喎。睇粵語片就一個高腳七，喺泰國就好多傳統嘅高腳屋。